站着都闻到香味，清香清香的。嗯。他们在采茶。长了干大，要吃水分吧。哦，不能留得太长，插的时候。这是陈哥家的一片今年新栽的梅茶地，看这个桩刚扦插的，小嫩芽好可爱哟。是不是之前扦插来？它好像也在黄啊。第二时候该拔毛，有点不正着，你就把它拾的。下面的就是新栽的。哇，好香哦！我们今天来摘梅茶了，这是第一批梅茶，好漂亮，绿色的，好嫩。我长的时候不摘的太慢了。那点土土儿要将要刚不是清明茶了。哦。就那土土儿。那土土就这个。嗯。哦。哦。真可爱。第一次摘这种梅茶，是我们张家的特色茶哟，生了长得很快的。陈哥说两三天就可以摘一波了，看看长得像不像春芽。你要懂得雾霾啊你。那就比好高。那就比好高了。四五十块钱一斤。我都不愿意卡了。是啊我能把这蒜割得那种牛皮死。你要水饺快还嫩熟的，水饺好口味。我们这个表情真的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梅杨子，今天带老爸老妈来陈哥家的梅茶园，今天来帮他们采摘茶叶喽。等会儿我们摘一点回家自己尝一尝，看看炒什么菜吃。这新鲜茶叶炒菜吃应该也好吃的。顶哪包？我真的是顶哪说。你抬水烫哈儿啊。嗯。他红包还都找不到，嗯，俺找不到你。我老爸都天天干功夫，他就带着我营养。干不起嘛，一天搞半天。嗯。哎，你营养红了，我你干去，你就找不到你。这个好乖，你老爸不会摘，你看啊，花还带着一样，能多大？他这是开玩笑讲的。你师傅还有点谦虚，他比较幽默，爸爸。就这摘几包，你咋就？部分是经过冬季的营养成分，嗯，精华部分。嗯。人生是啥？你那个你要试一试。好摘，还要叫人看。有感觉。好香啊！嗯。哎，很干。这个清明茶就是这样摘的。陈哥说，等后面它们长长了，就不是这么摘了。现在摘会稍微费时间一点。摘完之后，他们还会修剪的，不修就长得慢一些。回家带爸摘下来。啊，这个要买，啊，我搞大成熟上的买，得买八瓣哦，是的，就是那八瓣因为不是清明茶的，它是免了八瓣的。那个茶叶它是长尖尖啊。嗯，这是藤茶，长长了之后上面还会牵藤藤的。我说这种茶叶好玩。好不好玩了吧？好玩。开心不开心？开心。我看你大老哈哈哈哈哈。嘿嘿。还是这样的环境。哦。那不好。你看起来真的好年轻啊。哦，好年轻啊。都哈三个火了。而且看得出来你身体也很健康。哦。你那气色好好。嗯。不知道那个啥八级的那些东西还。你这环境好，今天运动了嘞，还是身体好。哦。我怎么你这比大腰呢？嗯。啊？今天不是运气啊。那不是。摘茶叶时还修心养性。我当时年轻时候，我摘不怎么厉害，我们摘茶叶，我让我摘不好茶叶。辛苦洗澡是摘不好的。是的，他都有细心。我这个月不好，可不知道。
油光发亮的，特别漂亮哦。好喜欢这个茶呀。为啥每年都进制哈？啊。我就进制了。把这个煤茶摊开一下啊，因为里面有水分啊。嗯。汗气里面感受到点儿。哦。点儿在的。这啥事儿？等你茶叶什么干净了都开。走了。不行不行。小店，小店，那这块腿有什么用的？什么样？什么样？我呢？省多少钱？省多少钱？嗯，省多少钱？我穿小裤子干净。小裤子贵不贵？贵就一锅倒那个阿板。上那这儿，这边这牛肉。是的，做透明找一锅板凉锅。再没差也是讲技术的，技术不到位就会产量就不好。炒制好的就是这个颜色，因为里面含有黄酮，就成白色了，银白色的，这新鲜的。老板你看，这个很乖。我家啥这么多人，我把它长白的，我说。哈哈哈哈哈！藤条茶，漂亮吧？好不看见？好看。明前茶，一种甜甜的味道，好像。回甘。嗯。清明茶更回甘。很浓郁的味道，我不拿些茶的都想喝点好些，是好些，比如推脑香些。咱啊，站在上头 ，A B， 我站在上头，人们都站身上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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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